最终场，所以在试麦克风的时候，我唱了《夏天的风》，不然在一般场馆可不能这样做哦，是违背专业的行为。演出完一个公务员的意外死亡，台中目前追踪站，心里有一点点的感伤，也很感动。能够在故事工厂这样这么棒的大家庭认识大家，一起演戏，真的是我的福报。那很感谢故事工厂给我这次机会，让我当一个剧场演员，也谢谢所有小老大的应援，老大非常感动，也觉得很骄傲，很开心认识大家。再一次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以及爱这部戏的所有观众朋友们。我是阿介，这个是我的剧场演员日常。